OK，来各位线上伙伴，大家好啊！那个现在，等一下，忘记，先在这边。我现在用1080p 啊，不然我上次录那个 4K 录到我都吐血了，档案太大了啊。好，我把时间弄上来，然后这是格子小小的啊，这是格子小小，所以反正我们都在上面啊。好来，你继续往下走，继续修正，然后一边聊。一边聊，因为很多是我写的，我知道我会有错字，我也故意要录给大家看我有错字。那我开始修咯，好他了，有就空然后，干嘛的我就修了。我不动，我尽量不要动，因为那个，Table one，这里多了一个空格，都多了。光空格被老板叼到那个啊，我去喝个红茶，等我一下，你们先坐。没错。多了一个 i result 这音拼错 result TLS 这其他的这应该专有名词吧？这拼错，对，就是拼错，是拼错之家应该这是专有名词，这个怎么没有？为什么？啊，多多一一个个 R，R，多一个 E 吗？对哦，就 CED 是日散。那个，我来分享一下，因为我把我那个打字过程中的那个单字那个关掉了，所以变成它就不明显了哈，不明显的，然后就你们就修，嘿，然后就。有这个字吗？ANS。还是你们要逃出，还是怎么样？没有这字，所以是 and 吗？Procedure 是什么？可是不会是 and 后面接 in 啊？对啊，对要不然就，ans 先留着吧。先留着哈。老师，我们修完了，行，修完了。修完了。好，OK 哈，好，然后那个。空格。好，OK，那我现在我就不动了哈，因为我现在录影状态之下呢，我把它丢到那个 Grammarly。好，一样，老师复制这里吗？哎，对，修我问。从这边复制过去，对，修好，好，我把它用。你再好，OK，声音大一点了，好，OK。哎，那现在好那个。等我一下哈，我看的画面也笑成这样。好，OK，然后那个，我先截图给你看，我现在看到什么画面，就我录起来什么画面啊？好，好，等我一下，奇怪因了，为。只有你奇怪。我哪可能够去看？你真聪明哦。好你，OK，确实，我传到我们群组里面去啊。我说也有挺聪明的，所以看到的画面长这个样子，所以头不算大也不算小，就在这边，这样可以吗？好，啊，不可以，我也没办法了哦。好，老师不要勇敢了，请问这个 反是，正都没办法，请问这个反正就没办法，对，好，OK，来，然后那个。你那是什么表情啊？然后他很会截图哎。这个震惊的，然后这好，个，然后我应该把这边投影出去才对。好，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我投影出去你才看得到我的东西。好，投影。我看这种奇怪的东西。好，有看到吗？好，OK，有在分然享，后好了。好，然后那个我把头像画小一点点，这是什么？指针还是什么？你测的是什么？那我关掉好了，就一直去吐。是兔子啊？它那没有耳朵，有吗？没有，有啊，
啊，为什么我的长这样？你什么意思？很小哎、欸，放大啊？你意思是不能放大？不是，上次是超小。好 ，OK。Oh.哦，这样这样头还有点大哦，那没关系，那就坐远一点。我头最大，不要、啊。你少在那边给你给管都前进一点。录影中，录影中。好、哦 okay, 啊。好吧，用另外一招。好 ，OK， 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录影一样，我会希望把头跑出来，这才是那个哦。好来，那现在呢？那个我们来看现在的这边。好来，那个。时间放在这里哈，现在是晚上十点半了哈。这个没有虐待学生或虐待劳工的啊。那个，来，那我现在我们就一次一次啊。来这边，我分享一下这里。哎，不对，哎，把标题复制过来，把标题复制过来。好，然后那个我们的名字不要复制，因为 Grammarly 的话，它会收集所有的资料。哦，我不想知道我是谁。虽然我们也不是个咖，把标题复制过来，然后把 department 的那块复制过来，其他的不用。好嘞，然后我来复制这边。哎，哦，抱歉。啊，所以这是目前最新的资料，对不对？嗯，那像你看到这个画面这边对不对？这是称重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我的经验是这样子，写一个这个一，然后甚至这边是那个第一单元。完蛋了，我全部都没写。为什么？因为你不清楚啊，是你不清楚哪个过程啊 ？OK， 我没有要骂任何人，就是说。我们这种磨练，这个才是磨练啊，好不好？那我们一次来修这个，好，来这边复制，拿到这边来贴上。好，来这边好，那个一路来看过来，好，来这边标题 isoactane 的话，来这边把杠掉，那你们同时把标题的横杠给拿掉。题目的。标题 topic， 啊对，好来。我们的。必报对，那个题目怎样 ？ISO 点那个怎样？内杠拿掉。哦，我们的内杠有对。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都没注意到，因为那开始是我写的，哎、欸哦。好，来，然后呢，啊、到这边，因为我们后来同意哈，来这边 ，introduction。那多错的。Important action to evaluate， 这里哪里错 ？In evaluating。好，那这边的话有两个情况哈，复制弄完复制回去，那弄完复制回去的时候变成我来复制，好的、嗯、，to evaluate， 我不知道哪里错，因为就是前面是 an important index to evaluate， 我不晓得哪里错，但是我就先听他的，因为毕竟他比较专业，好 ，in evaluating，OK，、okay, 那我就听他的，好，先重写，好，再来 can be used， 然后他就说那个不要用 can use 什么什么，很抱歉，因为。我们这种领域里面经常用被动式，所以他说 consider writing this， 哎，够大吗？我 consider writing this sentence in active voice， 就是用主动式，不要用被动式啊。但问题我们经常就是这样子啊。好来，那这边 important 又变绿色，对不对？嗯。他告诉你用 essential， 哦，也可以，也可以。然后我就 important 就好了，不要到 essential， 好吧？啊，这 can be used， 不要管它。然后这边 of Taiwan， 不是那两个字差在哪边，程度的不同吗？哎，对 ，important 的话，它就是很重要嘛 ，OK 吗 ？Essential 是必备的，哦 ，Essential 是必备的。好，那个意思不一样，因为他不懂得油脂这一块东西嘛。嗯，那我们自己判定，我说不需要啊，他也留给我尊重哦。Taiwan， 我觉得是 the 少一个 the， 来点一下 ，the 果然少一个 the 在这边。好，那。我要讲一件事情、哦、我跟线上观众朋友，我在台大读书的时候，没有老师这样就那时候没有这种电脑没有错，但是没有老师这样从旁边这样跟我讲这些东西，他就修修修修，然后最后呛了我一句：“英文这么烂，怎么去美国读书啊？”不好意思，我在录影、哦、但是
没必要，没必要，好，没必要。那我们知道怎么做，我们就去那个啊。好，来这边 has been simplified， 又叫你不用被动式。好，那我就不管它。好，来。好。The aim of the study was， 他就说 this study end 也可以。好，你们发现这个地方哈，通常会用过去式，通常过去式啊。好，来，不管它，我不接受。来，往下走。好，这边结束了，对不对？好，那我就把这边复制回去。复制，回到这里来。抱歉，因为这一段你们没有了哈，或者说，好，你就看我动哈，你就看我动，来这边，然后我就 Control Shift V 贴上，好，然后到时候再去调字型，这边就算不要动它了。好，完成了。OK， 好，好 ，OK， 好了，在第二阶段，我们那个 materials and methods， 好，这边，好，这边 OK 了，我就把它杠掉。材料方法在这边，对不对？嗯，你看呢？哎，为什么没有出现呢？来，我来这，我来，来这边。有贴上。这里。什么？我看一下。好，那个学术的文章。APA， 继续。好，来开始来看了，来这边材料与方法开始一路看过去。Sunlight 也圈起来。好，来 by， 对 ，by 不用 ，by using prepare using OK， 好，然后接受它，反正我英文没那么好，我就接受它。好，来接受。好，再来 Sunlight， 看看怎么用。它没有，没有结束。哎，我刚没改到吗？我跟我们刚进来的没有上去，没有改。我们学英文是另外的事情，我们先用它的标准。哦、不，它不一定是对啊、哦，因为以我懂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对，但它绝大多数是对的。好 ，OK， 接受。好，没有 S 啊、哦，好这边 isoctane 呢是哪里有问题？空格吗 ？One space update all 好，一个空格。全部好，所以它是空格问题。好 ，OK， 没问题。Was used， was， were prepared。其实我们生物领域里面经常用被动式，就我读到，我不晓得为什么啊、哦。好，来这边猜猜看，空格。没错，没错。哎，空格你就知道，以后你就不会像我当年被修理了啊、哦。然后 has been modified， 没问题，不要管它。好，这边 s 不要用。熊银熊 ，OK， 好，他对的，他对我 S 我打错了，好，来这边 was expressed， 好，没关系，不管他 ，milli 我猜是 milli 一横，在 equivalent 我猜了啊，哦，是另外一个字，哦，不是，改出不一样字 ，equivalent， 哦，我错字，是我的错字，哦 ，L A， 对对对对，好，那我拼错，那是我的错啊，来再来，你有没有改到这个字啊？没有，有啊，你又哪里有错？你跟我讲。哦，不是，是老师，我们刚刚有改到这一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不见了。啊 ，valent， 没关系，不管它，不管它，来赶时间，好，来这边 equivalent， 我又拼错了 ，equivalent， 我念错，所以我拼错，好。哦，有哪里错？少一个的。好，那就听他的，好，来这边。Six， 它是用 S I X 吗 ？Spell out the word，spell out 拼出来，好，那我就点一下 ，S I X。也可以，这个地方以后再告诉你们，因为每个不同期刊它要求不一样。我先听他的，好，再来，两个空格，空格吗？哦，对，空格，两个空格。好，那如果你们这么动的话，那个会令人刮目相看哈。来这边 ，the same order has conducted， 哪里有错 ？was conducted， 好，听他的，我没时间了，我程度没那么好。好 ，was conducted save。several times， 我猜一个 four 吧，少一个 four several times， 我猜了啊、哦。in 好吧，听他的，用 in 好。好。
好，因为这就是这样过程当中，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磨练，好，一个一个磨练。好，然后再来这边就被动式都不要管它。好，这边 OK， 我就把它复制起来。然后这边过程中有没有那种小字？这里有小字，对不对？竹嘛，就是那个，嗯，次方比较高，那我代表 upper case、lower case 还是类似那种哦。下标。等一下，你再把那个这个嘛，把它弄回去。第二段下标。好 ，OK， 然后这边对不对？然后就，你老师上面那个没选到，因为 materials 那边不要动，我就不要动它字型了哈。然后复制贴上，搞定。来，麻烦你们把那个 NA2 这边把它改一下。好 ，OK， 然后准备第三个结果，我先跑结果。好，结果这边都一样嘛，好 ，OK， 那我就直接用这边好了。好，我直接复制这边，复制，然后到这里来。直接用吗？有开啊，我把它对齐啊，两边对齐，你会吗？两边对齐就是把字两边对齐啊。哦，你说这个啊？哦，然后。好，我先把答案切断，准备第二个档案，15分钟。好 ，OK， 好，